龙头岩附近，龙头岩海边的一个鱼市场，什么都卖生鱼的。然后这是他们的海女正在做解剖，还有清洗的工作，这个应该是腌制。然后那个长得很像，石榴的生物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也是他们拿来吃生鱼的，非常受欢迎的一种食品。因为他们用海的岩石来直接清洗他们的那个章鱼，然后他们的市场很多人坐在那边吃。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三百多亿。好吧，招手。